What?太明显了吧！太明显了吧！太扯了吧！到底是谁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哎、欸！不是，不是人也太多，刚刚没看到。对，我有看到。Q 妹妹，你吧，是你杀的吧？我站后面呐、啊，是你跟小白还有剑圣。我分析一下，我刚刚你们刚刚是小光找到的是哪个尸体？我没有，我们刚在修那个停电，然后大家一堆人啪啪都不知道挑什么东西，对，一堆每个都要乱开，气死了都不。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死掉在那个直接死掉，超扯的。你们说你们一坨人在里面，然后直接有对，他就直接死在那边。好，那小光，你刚刚说是一坨人挤在一起，对，所以一坨人里面有谁？小光跟小白还有谁？剑圣就三位，所以你们三位里面有，现在剑圣死，小白跟小光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狼人，所以鸟鸟是在偏远地方。现在是往后退，我是停，小光，你不要辩解，小光不要辩解。那我们投小光，因为鸟鸟怪怪的。好，可恶，再见了，小光。有人死掉啦！右上角在那个我跟鸟鸟吗？鸟鸟刚刚那个门是你开的吗？对不对？对对，我跟鸟鸟跟你走出去的时候，走到底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小白死在外面了。还有一个，刚还有谁？闪闪跟着，对不对？好像是闪闪跟着。我是最后往下走了。我们刚刚左上角的那个房间有谁？我往左下。有我、鸟鸟跟闪闪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三个嘛，对不对？我也在。对，所以去掉这样子的话。送一个喵哈很危险。我没有，我要先听证词，我要先听证词。我没有不在场证明，因为我在解任务，完全。我是先解上面的一个任务，然后我刚刚上去的时候只有稍微遇到鸟鸟一下，可是右半步就没人接。他被断麦了，他被断麦了。所以送一根喵哈。那这样应该我，因为我确定我是好人，所以一定是送一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你们两个人辩论。如果阿成的证词是真的话，那就是宋义了。我觉得现在证据还不及，还不及。我先代观察喵哈，我觉得是宋义，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好难弄一个人。被发现了。奶奶，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哦。我刚刚下去时，其实我看到宋义的尾巴，他是走过去后才爆，所以应该不是他砍的。那这样的话应该是阿胜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开始不会咬小光。没有，小光那一边，小光是我咬的、啊。小光那边太明显了、嗯，就宋义跟阿胜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我跳出来喊一下，刚刚中间不是有地震什么东西的吗？我去修右上角的那个是我修的，他不是一只手掌印，然后要把手掌稳在上面。我刚刚前面猜中那么多个喵哈，你相信我？而且宋义刚刚从前面开始，如果我跳他的话，应该是我极力反面。喵哈喵哈，你相信我？真的，不是我，绝对不相信我。教你一招，你可以在那时候按破坏，我们就没办法按紧急会议哦。对，就是有东西。哦。